台湾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主题定为推进宗教自由、人权和民主方面的全球挑战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会议将讨论奈及利亚、中国、北韩等地的宗教自由危机，以及如何透过人道援助与庇护支持受迫害者，如何利用国际外交保护宗教自由。副总统赖清德表示，台湾走过专制独裁的黑暗年代，如今拥有民主、自由、开放，是台湾人民勇敢坚强努力争取、民主运动前辈牺牲奉献以及国际社会的协助才达到目标。如今台湾的民主自由已得到国际肯定，特别是宗教自由在国际机构都给予台湾100%的评比。所以今天台湾人民在这块土地上享受民主、宗教自由，那在国际集权仍然存在的时候，台湾也有责任回报国际社会。副总统提到峰会场址就是当年民进党创党地点，那时会议主席正是立法院长游锡堃，因此立法院这一次能共同主办峰会意义非凡。游锡堃表示，因为台湾有过争取民主自由的奋斗史，更能感同身受在威权体制下信仰受到压迫的各国人民处境，也更重视打造一个充满包容、尊重多元文化的社会。如今的台湾，宗教自由是受到宪法保障的人民基本权利，政府充分尊重不同的信仰与文化。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、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。